是太极拳第三代传人，台北市正子太极拳学会副理事长谢昭龙先生在台北成立正子太极拳台湾有缘拳社，推广正子太极拳数及理念，并助正子太极拳示范教材。2008年9月，谢昭龙先生将正子太极拳正式传入福建，在厦门举办第一期拜师仪式。2010年1月，在福州成立正子太极拳福建有缘拳社，并先后在莆田、南平、龙岩等地设立分社，目前习练者已逾300余人。那如果现场的各位朋友对这个正式杨氏正子太极拳有感兴趣的话演出过后呢，可以跟我们各位师傅呢进行一个交流切磋。